想要去台中。如果没说台中，可是今天没有好吃的哦。今天赶回来。对，今天赶回来直播哦，没办法悠闲吃哦。今天只能吃便利商店，出外人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有时间就怕忙，怕忙走，你知道吗？他不会买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不会买是什么？吃买。网网友留言会教你，不需要解释。今天反正约两台。两个，我昨天晚上跟他说明天见，然后另外一个说哈，我以为是下礼拜三呢，对，下礼拜三还要来一次，应该。早餐还没吃啊？蛋没有啊，放在这边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就被认出来了，拜拜了，拜拜了。今天辨识度太高了，今天穿得太嘻花了，太嘻花了。对，走在路上，大家都在看说干是谁啊？还以为是炎亚纶啊，还是？口罩戴起来，各位，看到没有？同行粉丝不错吧？你还可以顺便钻研一下这个做生意的心得。我很菜，阿叔说客人的坏话。对不对？服务业就是有那个背后的辛酸，对不对？可以处理一下。今天卖袂成车啊！今卖啊，你卖袂过成车啊？正常话就上慢慢，卖个一百万啦啦！哇！我跟你讲，这很好吃。你有吃过吗？我吃过鹿港的，鹿港有两家很有名的。阿龙沙呀？对对对对对对，鹿港那个是比较甜，肉是里面的馅是馅比较甜，馅是甜的。啊，但没吃完又不能走了，不能带回去吃啊！哎，泰山的吗？被点名了，哎、欸，泰山，哎、欸，小宝贝，他要叫全名呢。2005年的，5305 I， 沙丁，它比较特别，它是那个 SNG 的变速箱，跟 M 3一样那个，它那个有时候热了会亮灯。这是手牌的，不是吧？自手牌，自手。我觉得他用手牌的模式比较好看。对，然后尔曼，我们那时候 M3 不是有讲，一定往手牌模式比较好看啊。嗯。蛮温暖的。阿弟，你今有几台车？阿弟，你卖四五台啊？啊，那卖比较侪。啊，租金有限啊，像你拄开始嘛是安尼啊。啊，是你拢换较侪？我还好，我对人客买。因为我直接跟客人买，然后车况大家了解，所以我在卖。啊，你有副业吗？还是你就是做这個？无聊我冇副业啊。早上我问正职，啊，你这喜欢今年九月的台戏？对啊，你看我就知道，因为四五台车哦，你要如果正职要维持每个月的利润，其实会很辛苦。你如果说车子是家里附近丢一丢就算了，你如果又有租，我自己的场地。对啊，你要租场地又要钱，哦，啊，除非家里自己地主。丢没关系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是自己存50万，然后爸爸950万，爸爸950万，对对对，不用买，不用到950，爸爸给个350，应该也还可以处理一下。尤其哦，我来讲，尤其你中华何必啊？太多了，尤其在那种地方，你越是 local 性越强，越讲求人情味，所以你越要把品质跟服务做好，因为未来这个区块都是你的客人，真的啦。你说小事多有名，要从和美跑到这边找小事，哇，真正会蛮厉害啊！不然羞羞哇！阿呆，你女朋友说啊，我好想要，我好想要，好好好，我开车去接你，然后他妈的车子又坏掉，又帮忙又弄一弄，又加个油没有，然后妈汽车旅馆每一间都客满，然后排到来，阿呆我干了。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啊，利用这上面车种还是都有啊，日系车居多。我感觉那种所在应该嘛是 Toyota 的啦，对对 ，Toyota、Honda 嘛，知道，我们是 Honda 卖的比较多。可是我常常跟一些地区性比较强的同业，我都建议他们说要把这个售后服务保修做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比较淳朴，越淳朴的地方，他们车开越久，30年都还在开啦。啊，你卖他一台车，又帮他整理好，又是好东西的时候，他下一次回来找你，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对，除非中间有介绍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能够帮他连那个后面的保养，什么都把他照顾好，就是尽量说车子去客人就可以直接使用，尽量做到这边。哎，我来讲就辛苦。我知啊，因为今晚这两个人都辛苦呀。所以你一个重点就是人面要够。刚刚他讲一个重点，他好朋友开保修的，你后勤的部分才会没有问题。
不然我跟你讲，一些刚这个进这一行的菜鸟，买车的时候不会买，买比人家贵就算了。然后撞枪那个都不要讲哦，有撞什么啊，车况不好没看到不会看，车买回来比人家贵，对不对？修理又不熟，然后修理又更贵，就一出来，我的成本跟别人的卖价差不多。有没有？这很多种，这个行业常遇到的。以前有一些，我要在家卖一下网拍，去五分埔批衣服，有没有？批了一堆回来，有没有？就发现他批的价钱跟人家网络上他卖的价钱一样，搞屁呀、啊！你就被那个批发的骗。我看完了嘞，怎么办？就这样啊。老板怎么办？剩下就是有没有办法便宜一点？就成本。真的吗？你确定？真的啦。你真的啦。我很容易相信别人哦。不然我不要来比较管的人是吧？好不好？看话术。我开得很实在哦，我真的开得很实在，我都宅地啊。不然那个检查经理啊，把他盖下人给哦，安尼好不好？还有第二种话术，不然这样，我再便宜你3000，不能跟人家讲。你出去不能跟他讲，我有便宜你3000哦，这个价钱是。宅地中的宅地，你出去不能跟他讲，不能跟人家讲说小时有算你便宜，你千万不能讲，有没有？记得 Google 帮我留个评价 ，FB 帮我留个评价，88911帮我留个评价 ，IG 也帮我留个评价，YouTube 就留下也订阅一下，有没有？要求很多啊，便宜个3000块，他妈的，恩情大过天。好啦，其实同行做生意简单，他也知道我们一趟路来，就照他讲的价钱就跟他买。多少钱？对啊，多少？你没讲。14万呢、啊。是，我每个人的那个个性不一样，我的个性就是第一次我就第一次随缘，妈他如果骗我要死定，我回去看啊，这不还没要死定的，那这样这片太短了呢，看车也随便看一看，讲两句，然后要签约，然后回家，剪完应该是5分钟吧，好了，我先签约，我们先拍签约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有等。片场多高？我不要弄啊！他现在就是剪报纸，哈哈哈哈哈！他没亏呢，没亏。我忘记爱做直播，我像很像在拍饮料广告，看会不会接到字幕啊？拍那个。敢发出这种声音，应该不行哦、喔。他来帮我们拍张照，留念一下，跟这台车拍啊。叫第一台车，3、2、1。好，小哥哥，谢谢。好，不急点到，谢谢。2392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好，走了。阿俊啊，是吧？太夸张，有点快。对啊。太快了。你本人比较好看，我老婆。哎呀，本人较好啊吼。就好啊，大家都安尼讲。穿这样啊，去开演唱会。我穿个服装来这边5分钟完事啊，干嘛？好了，先上车离开这里再说了，好不好？那个肉包来吃啊？又在车上吃肉包？废话，开车会不会被那个？敢问开车不能吃肉包？会不会讲话？讲话讲啊，开车。他想我饼干饿老虎哎，我肚子饿啊。那大家帮我摸下面的垫子。敢没有哦？我怕不卫生啊！这不错。我刚刚说，鹿港的点对不对？然后鹿港的线比较油，它这个线比较没那么油。我跟你讲，鹿港的整个肉都反射出那个油的那个光线。然后鹿港的口味真的甜，它这个是有甜，没那么甜，但是它偏咸。看起来会炖的，三天。一开始的时候我吓到，你知道吗？我买到烂车了，我想我中枪了。没事。我们下来收车都有一个新鲜的故事，你们觉得很神奇。然后这次是同业也是看频道来的，虽然他是兼职的啦。然后你看这次来也带了伴手礼给我们，每次都觉得这样人生很美好，非常充满正能量。因为有拍这种片子都不知道人间住宿是温情，我真的觉得很温暖，真的温暖。看他坐在二手车上可以坐到这样，对不对？这车是他收来的，对啊，收的啊。他收来，他又不自己卖，不会卖吧？我跟你讲每次你去买新车的时候，然后不是业务就会说，那你旧车要怎么处理？然后我可以帮你叫人家来估，他就会叫跟他关系最好的车商 ，BMW 的车，头塔估不估？他也估啊，他会估一个说他可以卖给同业的一个价格，我们叫盘啊，盘得掉的价格。盘完之后回去整理完，他就小卖，大卖，
没有大麦，只有超级麦，最好是啊，还有超级麦嘞，看没有啊，就小麦，小麦是卖给消费者的意思啊，大麦通常用来煮面包，我要。他为什么要买？因为他要守住这一条线，因为你很掉漆，这个业务好不容易叫你去估车，啊，每次去估啊，这车我不会卖啊，这车我没有收啊。这车我不会买了、对不对？阿呆，你女朋友每次你跟她要，她都拒绝你，拒绝了两三次，你不会烦吗？你会不会堵拦？会啊。啊，堵拦怎么办？交钱。没有，还是去要。现在还有这种原厂认证，以前还没有原厂认证的时候，我们在跑这种新车，我们叫做跑营业所。但以前要跟业务去酒店，你知道吗？谁付钱？也不能这样讲。我觉得换一个角度说，如果他给我们的业务量，他报给我们的车的数量够的时候，我们出哪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生意场不就这样吗？我是没有啦，我到后期我觉得我这个人哦，我很不喜欢那个应酬文化，因为那个钱花掉，有一天我还是要从你这边要回来，要不然就是我是从客人那边要回来。我觉得恶性循环嘛，也许你觉得这是在刺激经济流动，可是我觉得那个中间多了一个不必要的花费，好，把它弄最简单就好了，大家是不要练多。没有了，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资讯越来越透明，资讯越来越发达。为什么？有小时钟，他每天在拍影片说车剩多少钱。哎、你不要看以前，有时候遇到那个美国来的表哥，是我美国回来的表哥，二十万车，你跟他说十万说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可能？有，以前有啊，以前有这种状况，现在这种状况我大概已经十几年没有遇到了，已经没有这种客人了啦。现在客人只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哎、啊，我看这在社团他们都卖三十几呢，你跟我估二十，现在的客人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就也比较简单的，比较痛。台北好冷哦。对啊。没有发现鞋子也换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干嘛换鞋子？另外一双下雨天不能穿。哦。刚回来看了一下，路上开底盘都没有什么杂音呐、啊。我今天看了一下外观啊，你看这大灯那边，这车通病，眼睛都会发黄，有没有？这通病，两颗都黄了。可是我看它外观其实顾得还不错，它没有刮伤啊，没什么外伤。对啊，啊对，碟盘我检查一下，等一下今天有说碟盘吗？对啊，碟盘都磁扣变形了，有没有一圈一圈的？轮胎我今天有看到用马牌16寸，那种换个大轮胎不爽。19年的，去年的，去年的，今年才刚开始哎。对啊，现在轮胎看不能换大了，可恶。因为它很新的话，就换把它加大的话就浪费了，又花一次那个框跟圈的钱。哎，一样哎，四条一起换的。不过我觉得整体上来讲哦，算固的还不错。啊，但你看其他后座的那个，它后座其实门板还固的不错，地图带也都没有松，也都没有松掉，对，都没有松。这一台看起来不像是有载小朋友的车，那后面椅子太干净，对，还蛮挺的，而且很干净。后面想改车，那我们这台就省钱处理了，省钱了，不改了，这台不改，不太浪费了啦。它漆面那么漂亮，我看另外一边，哎、其实它这漆你认真看哦，外表没有一个地方要需要烤漆的，后方板，哦，有这里，后方板要烤漆，哦，这里，哦，都是保改的。对，全部保管而已。其实你知道同行为什么都不看车看太久？同行可以灰啊，你跟客人不能灰啊。他跟我买了，我不知道你自己没看清楚有没有？啊，同行可以啊，你说啊，我没看啊，你把他赔，对不对？车有撞到，你骗我。好，啊、车骂漏油漏那么大，你骗我。啊，开换挡换不过去，你骗我。大家同行要做生意，怎么可以骗我？你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？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有没有通常就可以这样？客人就不行了。对啊，客人不行，客人理你，他下一次跟你做生意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你觉得他会理你吗？所以同行有时候做生意要有点杀气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以至于你看到很多卖二手车跟兄弟一样，你看啊，有啦，你看上个还是有漏油，排气管上面有漏油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啊，还是有渗油，因为 WC 壳是一定必漏，对吧？方向机油壶。跟发动机油管，你看发动机油管，这个油壶下面管子是湿的，你看到？哎，皮带新的嘞。你看从这边，我这个角度斜看进去，可以看到绿色的字样。没有，我今天这样开回来，我觉得这台车开起来，引擎的状况、底盘的状况，就是因为大部分当时会开这个 CC 数的人，其实大部分都是一种老板级的。那银色你也不用怕是买到那种收保护费的那种，
卖药那种，你也不用怕，比较低的几率会去买银色的。所以有时候你说 BMW 的车，你要注意颜色。我们讲说去台中不要随便对黑色 BMW 按喇叭，颜色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这个跟那个产业别有关系啊。你知道阿丹，你知道什么行业最喜欢开红色的车？什么行业？艺人啊，红啊。哦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不要觉得是那个叫什么民间传说，那是真的。这个160的五字头，我以前认识很多是中小企业老板，比如说工厂厂长啊，工地的那个包商啊，那个弄老板很喜欢开这个五字头。他找我去台中啊，我为什么会跟他讲好之后我就冲他去？其实原因我觉得有三个。第一个，他自己跟我说他是刚开始出来的同行，那很清楚跟我表明说这个车他就是没有卖。哦，我们这行业是这样，没卖过的车其实不专精，你也卖不好价啊，你也不懂，客人回去有问题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。好，所以第一个他不会卖，那第二个他直接就跟我讲了140,000，那我觉得05年的53016引擎140,000好像不贵啊，10几万哎，买那么大一台阿呆，你整理那个 Focus 也是100几万哎，要是我才不要开 Focus， 我要开这个，对不对？我啦，我说我啦，好，第二个他讲的价钱我觉得合理，第三个他的里程数也不高，你知道14万多，14万多，对，真的这个以这个车来讲的话，真的算不高。因为我其实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各式各样的讯息，有双 B 的要卖给我，这种老双 B 啊，像这种十多年、15年的老车啊，大部分我遇到他们都开20-30万公里，那我一听到里程数，我都直接跟客人讲说啊，不好意思，这里程数我可能没收了。而且我还有问他说准吗？他说准，因为现在查得到嘛。第二个是他是对客人买的，所以他知道客人的状况，所以他敢跟我讲里程数是准。他如果他买的那个人妈看起来像一个假油啊，他当然他会怀疑，他也不敢跟我说准。那当然其实也反映在内装上啊。对啊，你今天如果拍内装，把它拍清楚一点，其实内装还没整理前就不错了。天棚塌下来那个是，这个年份是一定，不管你他妈的你就算你只开3万，我跟你讲天棚都掉下来了，都会自己掉下来，就是一定是掉下来啊，没有不掉的啦，没掉就是中间处理过了啦，所以我就把它买回来了。然后开起来我觉得换挡 OK 啦，就像 SNG 这样顿捏一下，然后内装我觉得环保漆的数量也不多，所以应该会把重点全部都放在机件上面。我今天这样整个开起来的感觉啊，这台车我预计花个50,000块应该就会非常好开，然后卖个20几万这样就好，差不多练财一波，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练财，好不好？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留言分享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妈的 ，BMW 是手动，你给我三小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然后妈，这个也是电动的，其实配备不错呢。我刚忘记看是不是公司货，其实比没差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差了。对啊，10几万呢，你要管他什么货？看打不开，好紧啊！是啊，关没开啊？是啊。干嘛搞不起来嘛？真的，我死了啊！啊，好细啊！完了，怎么办？看，这下雨。妈，该不会妈淋雨回去穿雨衣开车？哦，这个卡住了啦，这块卡住了，我看到。我再表演一次给你看。这块刚卡住了，好像排除了，看，然后。